哦不，如果你以这一层是基层的话，我家是三楼。但是如果你以正常的平层来看的话，我家是负二楼。那你晚上回来是不是没有灯的？确实没有灯。这个视野你找不到第二家，这个价格你找不到第一家。以后这里会开发成东江路，到时候市值一上升，我这个房子的潜力无限大。这是我家的观景阳台，这是我家大门，机设齐全，有电灯，有锅碗瓢盆，镜子、剪刀、自己理发，烟灰缸，这是大理石的瓷砖，客厅基本上所有需求都可以满足。这是我家的卧室，这是我家的床，床单是本市本县最新潮的床单之一，彩虹床垫。这个是粉金与纯铜，这是我们那个80年代最新潮的绣花棉被。我家基本上没有蚊子，冬暖夏凉。这是我家空出来的一间屋子，一般会放一个。就类似于什么那个电视机的东西，然后一个人在那边看，一走廊一观景阳台。哦，我忘记了，不好意思，酒架酒架。我家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，重新装潢了，整个的基础设施都非常完整。如果你觉得满意呢，价钱在意，然后你明天可以，我可以把房卡给你。不会这样子的，你没有点仪式感吗？谢谢你照顾我。再下给您鞠躬了。